白长讲故事，人生大道理。他就说，这个世界你能告诉我有没有命运啊？结果这个学者就说，当然有啊，既然命运注定，那么我要奋斗又有什么用呢？这个事业成功者抓起他的手，要帮他假装的看看手相，告诉他算算命啊，告诉他啊你的这个事业运啊，这个命啊，啊这个身体啊，啊看他手相。结果说，把你的手啊现在呢握起来，你的命运现在哪里？这个人才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掌心当中啊。成功者说，命运虽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不是在别人的嘴巴里的。很多人的一生做错事情，就是因为别人说什么而他去相信什么，就是因为别人说他不好，他就改变了自己正确的理念。所以这个就是你命没有控制到自己的手掌心当中。成功者告诉大家，他说，命运绝大部分是掌握在你的手中，但是还有很多的命运线是流出你的手掌的，所以部分是人为所不能控制的，这就是你的命。能控制的就叫运。台长告诉你们，你们要记住，人的一生能否成功，实际上命占有 70%， 而运占有 30%。 所以很多的人想拼命的改变自己的命非常的困难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能改变他的命运。大家想一想，算命算命从来没有说算命运的，实际上运是你自己在掌握，想用这 30% 来改变你 70%， 的确很累。但是当我们学佛之后，有菩萨的保佑，我们就能用 30% 来改变自己的命。这就是学佛人叫学佛改命。